恁哪会来啊？你这个臭小三，你竟然敢看我阿公！原来你之前拢是假戏假打，我今日哦，都要给你拍出原形了！你误会了啦！是个为啥？恁在这间房间内底一举一动，所以有下流的行为，连我那间房间的电视全部拢会当看到，我大家拢看到清清楚楚。现在是什么情形啊？是什么情形？摸不着，我也真想要知道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形。您请回去啦，有话我们回来再说啦。钟奶妈，你别怪钟财啦，是我不好，是啊！你无资格甲我讲话，你甲我跪落！好，好啦，无需要在外口闹到安尼啦。若不是我亲眼就看到，我也不敢相信你会做出这款代志。这几啊十年来，我照顾你，我顾这个家庭，我有我的义务。秀兰有对不起你无？阮大家拢是以你为中心，以你为主，是为着什么？你家己摸良心想过，一家人拢为着你，是过着什么款的日子呢？我知影啦，啊，不过你知影，马哥你无所谓，你一点啊你都无珍惜。对你来讲，不管是我、秀兰，甚至是超强、超越。我拢是予你利用的工具呐，娘。你对不起咱全家伙啊！你更加对不起死去的英团。英团是因为你破病才来收袂开计生气的。这只我有冤枉你无？你来骗秀兰甲超强。要做咱的亲人，我敢有阻止你？甚至到最后，你差一点仔就来害死阿宽啦，我敢有怪你？我无。你讲这是要创啥啦？我为着你，我的红衫甲我的囝拢无惊，我求啥？我只求你一份的真心。我今麦已经这么年老啊，我的家要到你观察进前，你才来跟我母一次呢？这就是我为你付出几啊十年来最后所看的结果。你是安怎呢？但我死都等不住呢。是啊，若要地方活着的时阵，看到你做这垃圾代志，你安尼去糟蹋我，你是要糟蹋我到什么时阵？你才甘愿的？你甲阿公，你甲阿公，你甲阿公，你要糟蹋我到什么？好啦好啦，总裁妈，你莫阁怕总裁啦，总裁足孤单的，伊需要人陪伊。你出来陪啊！我可去送你一间大瓜厝，你陪是你较有够的。你看我，
爷的，你若不好好反省你家己啊！这么久以来，总裁给你那么好的生活，你够是着一个做太太的义务？你无，你无把总裁当作是你的翁婿，伊会跟我做伙，那是因为伊伫咧厝内底无温暖。你的温暖，我给你啊！哎，你住下！哎，放去！超越，超越，超越！你别看着我超越哦，温暖无论什么温暖，管你什么地带啊！好啊好啊，世兰，你别给我怕了，拢是我唔好，我对不起你好。那你想要安怎啦？啊？敢讲爱替我死命命？我无要替恁的命，我开去死死甲开我，我免受恁的拖磨。没有他，是安怎让你当初心愿是怎甲妈妈做起的？你也是个这么简单的，你爸爸偷给来害死你。是安怎死的人，不是我？是安怎要让我住在这个世界过这款日子呢？尤团，好啦好啦，你莫这么艰苦啦！我跟你保证啦，以后袂阁甲神明哦结出来往啦。我袂阁艰苦啦吼。你之前跟我说你会跟我什么找好你不再跟他勾勾的，结果呢你说的没算话，你现在保证的话没人会相信。超越，你说起来你早就知道了。阿官，是怎么你早就知道不要跟阿嬷说呢？敢说你也是你还在替人暗干是无啊？不是啊，我不是跳过唔讲的，是阿伯甲我挂保证。啊，我阁惊阿妈甲阿母知影这个代志了后，身体袂堪的，我才唔敢讲。我即马就知影，因两个人拢在骗我。哼，莫有随讲别人，无随讲家己。阮讲话无算话。哪里你嘞？你不是嘛同款？你有保证过？你讲你袂讲出去，结果你搁死假咧放松。即马哪敢安尼害总裁妈，还佮夫人，啥尼啊伤心？你莫伫遐做啥话凉菜？是你超过伊，佮到我手的迄条领带送予阮阿伯，佮予阮阿伯，佮迄条领带死假走。你就是想要把你的关系公开出去。哇，阿伯要公开啊！我有甲总裁讲过，我袂破坏伊的家庭，因为我爱伊，我袂予总裁为难。啊，恁即马再来遮吵吵闹闹，恁是甲总裁的面子放伫个涂骹踏？恁到底想要安怎？恁就是想要逼我离开嘛？为着你，我会当连我的性命拢无要滴啊！看你要安怎处置我，我无得你顾的，一切拢听你的安排。我爱你。偌济钱？无济啦，我敢若爱
志玉，你在海边啊？志玉，志玉算啥？我搁看袂上眼，我爱是一条命。我捌为着救总裁，无顾我的性命。若毋是我，总裁早就无命。恁即马都毋是伫咧遮匹配叫，是伫咧灵堂家属打理。所以我的一条命，恁敢会当给我？神明讲了无唔对，唔管恁安怎看待神明，伊确实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伫迄个时阵，伊无甲我放了做一走，伊无着甲我做伙死的危险来救我，我无用辜负伊对我的感情。江教练！你这嘴给我放开哦！你还这么良心，你站在我面头前，你手在那边垃圾走，你这给我放开，你是不是叫狗不给你给我放开，阿妈，你给我放，阿妈，你给我放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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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妈，总裁妈，啊，总裁夫人都无讲话啊，你就莫让总裁为难啊。啊！以后有两个新妇甲你哄胎，安尼敢唔好？我做的哦，也未比彭秀兰差。何总裁快乐，你这个做妈妈的就看破啦。妈，阿妈，阿妈，哎呀，阿妈，阿妈，我真的是听袂落去，我一定要跳完你这种。神明昏倒啦，紧叫救护车啦！阿嬷昏倒，你无要无紧啊？你查某昏倒啊，要叫救护车啊？阿伯，你真正足超过呢！我来替阿嬷叫救护车。啊，那个臭小三哦，你家己想办法啦！现在安怎？不是讲已经精神啊？原本哦是有精神啊，啊，不过无外久，搁死死昏昏去。我看应该是身体有去伤着，而且搁受着真大的惊吓，才安尼啦。咱昏迷这么久啦，恁病医敢有好好做检查？好啦，我搁看卖啊。奇怪，拢都足正常个咧。照你讲话，应该真紧就清醒过来啊。医生，我看哦，佮较注意一个营养针好啦。啊，毋着真熬过，要注意营养针是毋？这营养针哦，我来遐做就用。